烦请你描述一下昨天晚上王世聪先生遇害的所有细节。王天佑他又回来了。王氏集团创办人王世聪先生凌晨在家中遭到杀害。根据这份遗嘱，继承第一顺位是李燕。那间屋子里还有别人？除了李燕之外，还有第二个继承人。回答错了这样，知道吗？他就是被你害死的。他有最强烈的杀人动机和最完整的杀人手法，而你只需要把杀人的开关打开。真是未来。他也会为我做一样事。事情不是你